You and I.右围，然后就是我自己第一刚刻出来的第一个印章是士，对，就是这个是围子，对，然后也希望让大家知道陈右围是一个能在生活中给你们惊喜的人，谢谢，生活当然也给了我的惊喜。棋牌七座，不，那现在就先把。右子，看过这个，这个应该是右子啊，是右子，希望大家都喜欢。先放在凳子下面，大家不要告诉他。然后等会儿就让他们发现。然后最后一个是右围的围子，那放在五排十四座十四号位。这是我的农历生日，因为之前在家里的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就是我农历的生日，然后也希望能把这个生日收到的祝福能够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希望我能把这些好运，这几天收到的祝福好运分享给大家。当然没有收到的礼物的朋友也不要灰心，接下来我们也有惊喜。今天跟大家一起度过了，昨天送走了二十岁的最后一个样子的右围，而今天也没什么变化，好像还是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通过这一次生日会更了解到我，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没有把那个星星种下去，那我相信来年呢一定可以收获自己所许下的愿望。
嗯，我许的愿望就是让大家能够如愿以偿。今天站在台上其实特别的紧张，因为第一次举办生日会，确实在此之前呢对自己非常的不自信，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舞台，今天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吧。相信接下来的日子呢能对自己有更大的突破。很感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的粉丝，我知道大家很多很多很多人都是不远万里的，当然也有远在千里之外的祝福，今天呢也都收到了，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希望能够把这几天大家的祝福收集起来，然后分享给你们，祝你们每个人呢也天天开心，事事顺利。这只是一个开场，我相信接下来呢我会做得更好，明年生日会一样还会继续，会更好，全新的权威等着我，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世界。今天我是21岁的权威，请大家多多关照。我希望今天无论是否在场的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顺顺利利的，在新的一年里都可以心想事成，步入东海，社会人生。好，接下来的几个23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默默的去写，他是真的有动嘴在写，真的有说想起来感动。好啦，亲爱的啦，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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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 ，Run to you！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Unite。作为演唱室的Let me go。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个杯子，如果它只是一个杯子它就毫无意义，但是它如果盛满了刚烧开的100度的白开水，那么它就成为了一个可以装水的杯子，而这一杯水好像不太干净。可能是矿物质比较多吧。而这一杯水就决定了
今天陈佑维到底可以消肿到多少程度。嗯，切记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几杯水来着的，反正按心情来吧，空腹喝水有利于一天美好的心情，以及什么呢，反正就是喝就对了。哦，烫死我了。哎，所以大家也知道为什么我放在这里去倒开水了，因为它凉得快呀。喝白开水要比喝生水好，喝生水不好，主要是重要的不在于喝水，在于喝水时的心情，以及它外面的风景，还有跟路上的行人也没什么关系了。主要是你在等待这个白开水变凉的情况下变成主要是你在从白开水等待它变成凉白开的情况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对吧？风景，让时间过得更快点。废话多了，太烫了。这个水是真的有点不是很清澈啊。怎么漂浮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也搞不明白。就和我为什么搞不明白他们的路况跟北京一样的原因了。这里的天气其实跟我老家的天气很像，秋天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也有这些树，上学的路上也有这些树，然后一到中午就是只有在树下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凉快，然后早上跟晚上就会有点冷，对，这就是秋天的感觉。巴黎的秋天好像要比国内来的早一些，我还是比较喜欢秋天的，少了夏天的炎热，又比冬天多一丝丝温暖，这时候衣服又可以穿两件，是吧？说了那么多，这水也还没开始变凉，还是很烫。今天巴黎的天气一样，还是这种要下不下雨的感觉。构图的话，其实可以把这杯水放在，对，放在这边一点，这样子显得比较美感。黄金分割线嘛，0.618，对吧？